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福骑射。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阿帕奇推出的这一款，命名叫做 Angel Engine 天使引擎。这个名字取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妙，我真的觉得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它呢把这个领袖之证的 RC 呢做了一次的精图版，那它用的模具呢是 First Edition 的模具啊。RC 的话呢，在领袖之证的话呢，有三个时期的玩具。那毫无疑问呢，大家都是认为 F1 版呢是最优秀的模具。我认为十年过去，领袖之证已经十年了啊，这个绝对是这个 RC 是这个是几乎是没有这个 RC 有领袖之证的 RC，F1 版的 RC 啊，真的是没有下过神坛哦，非常好的一款玩具啊。那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偏高啊。那这一款的话是我原本的这个官方的版本。我这个节目里头已经讲过几次，这一款的玩具当初推出的时候呢，反斗城是根本是买不到。那我的话呢，有一天放假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在电脑前面，我就盯着台湾的一个某某网拍的页面，我就按 F5 啊，就像刷宝一样，就像刷这个特殊卡牌一样，结果真的刷了2个小时左右吧，真的给我刷出来，就跳出一个全新的一个 RC，就是这个。我就把它给立刻就下表买回来了啊，真的是很扯啊！你觉得很难想象啊，就是真的有人会在电脑前面按 F5，看看什么时候会丢一只全新的出来啊，真的就让我给等到了啊。那么很多人呢还是没有能够玩过 F1 版，那么阿帕奇的话呢，这一次呢给它做了一个金属涂装，哎，改了一些小部分。今天就花点时间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一个解说啊。首先它的武器的一样侧边是可以安装的啊，它是一个水蓝色的透明件去做一个涂装的。但是呢，讲到这个精图版呢，其实这一次的阿帕奇的这个 RC 的精图呢，我个人觉得呢是有一点点吃力不讨好了啊。怎么说呢？第一，它的这个漆面来讲，无论再怎么小心去把玩，它还是很容易去蹭掉。包括里头这个手臂的一个这个卡扣，你要解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得到，真的是很容易去蹭掉的。再来就是它的一个蓝色的部件。其实你看它的金属蓝色啊，这里跟这里就有一个色差的存在。我个包括后面这个地方啊，这里跟这里是同一个颜色，但跟其他地方就不太一样。那这会导致于说，玩具的那个金属的质感其实没有做到非常的好，真的是差了点意思。那还不如就是保持原来的这个低调奢华的这种配色也就行了啊。那在一个分色上也稍稍有一点不一样。在这个人形的这个肚皮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么车子的这个轮框的话呢，它也是有上一个金属的一个蓝色，那滚动性的话呢是没有问题啊，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完全是可以自由的推车的。那它还有附带其他的几个小型的这个配件，这个应该是吴医生的一个配件包吧啊，那这个配件包当时我是没有入啊，这个应该是用这个洞去扣在侧边吧，扣在侧边这里，我推测是这样啊，因为这个配件我当时。OK，并没有特别去拥有，那各位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另外还有附一对这个小刀，这个小刀呢就是符合人形比例下的一个刀刃了啊。那我们的话呢，来示范一下这一款这个天使引擎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呢，小心的呢把它给松开来，从这个地方等于是可以解开，这里也是一样，相对的解开。然后呢，先把两腿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往下拉出来，然后呢，可以先做一个腰部的旋转180度，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尾巴，女王蜂的这个尾巴部分呢，往下面抽下来，两个脚部的话呢，往两侧分开。那么这个轮胎的部分的话呢，是这个地方往内折进来。那折进来的时候呢，它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哦，先把它折到整个偏外侧，再把这个脚放进去之后呢，再将这个轮胎的部分呢。反折回去，它原来的这个位置，它一个松动关节，再把它折回去，再把这个轮胎的话呢给收到小腿的后方，这是我个人习惯的一个变法了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部分啊，这个松动关节这个地方整个的往外推出来啊，这里腾出一个空间，把脚掌往前伸，再把这个脚的话，我是习惯把它反折回去，然后另外半个轮胎呢就收到小腿的后方去，再来则是这个手臂的话呢是往前面翻出来之后。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反转，那么呢，这一款这个天使引擎的话，哎，这个呀，不小心转得太用力了啊。天使引擎的话呢，它的这个手臂啊，
这个地方啊，这个部件是新的一个新的小稿改模改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比较更加贴近还原于动画了啊，那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但是这个变形的话虽然有改，但是变形的一个方式的话呢，跟原来的模具呢是完全一样的。再来我们就进行它的一个这个头顶这个部分，首先呢把它这个模具呢最招牌的一对车头灯呢给打开啊，这个货真价实的车头灯啊，绝对没有骗人的车头灯啊，从这个地方给打开，两侧都给打开。你可以考虑呢先把这两个这个把手的话呢折进来，然后这块部件呢就可以往后面推回去，推回去之后呢两个胸部的话呢就可以往前面放下来，这个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拉住这个地方，把身体的一个前后部分呢给一个分开，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做一个分开。分开之后的话呢，这里 RC 的这个天使引擎那个头就可以翻出来了啊，然后往前盖起来，再把这个胸部呢给归位。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往后面推过来，应该是做一个横向的一个摆放，这里的话呢再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回旋，那这个把手的话就是往后面放了啊，再把这个车顶的这个把车头这个部分往下放下来到这边，最后的话呢就是调整这个肩膀的一个高度啊，它这里是可以上下搓动的，把它往上搓一些些。 OK， 因为现在是半夜一两点了啊，所以的我讲话呢声音有比较小一点点。那这个肩甲这个部分的话，我建议是往上面抬一点点。那由于在动画片里头呢，它其实呢它是一个RC 是有一个背后是类似小翅膀啊，但是那个小翅膀的结构的话呢，在灵兽之证的玩具里头呢，是这个Lobus Indies Guy 以后的模具的话呢才有那个小翅膀，反而是 F1 版的话呢是没有附带的，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只能借助这个肩甲这个部分呢啊，尽量做出一个类似于是小翅膀那种感觉了啊。那两者的一个变形过程呢，其实呢两个模具的变形过程基本上都是完全一样的，改模的部分呢主要是这个地方啊，这个手腕这里这个部分加大了啊，那么原本的一个模具的话呢是只有这个，并没有特别比较大。那在变形的时候呢卡扣的难度呢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也不复杂，并不难。然后你看我说的啊，这个精图的关系啊，但是你在卡扣上面呢是一定会磨损的了啊，所以我只能说呢这一次的一个精图的话呢在把玩上确实是增加了一点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不怎么爽快，但是呢它的金属栏我只能说车型下好像有点小问题，但是在人形下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金属的一个光泽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再来是它改的一个这个面部的，算是怎么说呢，这个非常还原到动画里头，真的很还原，这个眼珠子的这个点缀啊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点。再来的话呢我个人小小的感觉，你好像偷偷把罩杯给加大了，你看这个侧边来看这个胸围的话，好像是因为金属栏会膨胀还怎么样，你看这是同一个高度啊，你看来看，我总觉得好像偷偷把人家 cup 加大的感觉啊，这个就跟我们在给妹子照相之后 photoshop 都偷偷把人家胸部皮大一点是一样的感觉，莫非你们也来这一手吗？再来的话当然就是要提一下啊，他这不可能胸口有这个 Autobot 的标志的，那这个我就顺便再嘴一下我自己，这个当时对，这个是我在网络上刷 F5 刷来的，这个标志居然是一个染血的一个图歪的一个版本啊，但是呢不能说图歪了，一期的版本好像吐了血一样啊，但是我认为这是全球限量版，只有我有这种染血的博派标志啊。那其他的这一些配件的话呢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一个小展示啊，这个小型的武器，这个小型的武器，这个两侧的颜色是一样啊，所以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这里扣上去，这个才是符合它身形比例的一个兵器啊。这里我们感觉是这个金属的漆面啊，真的是把玩上就是确实要让你比较小心一点点，哎，把它给扣上，哎，也刚没扣到。好的，那另外的话这个我这个裆部好像感觉是稍微的已经被我掰到有点松还怎么样啊，因为这个我偷偷拿到公司呢陪我度过好几个夜班的生态啊，这个兵器应该是要拿下来，然后呢直接手的话应该是直接插进去啊，变成这样子，它就是直接手变成一个手炮的一个感觉了啊，
那么呢，这个玩具的话呢，主要啊还是能够填补到这个，如果你真的没有 F1 版的 RC 的话呢，这款模具的话呢，应该在某个程度上呢，还是能够去填补到这个缺口的遗憾了啊。毕竟这个正版的话已经非常非常的昂贵了。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简单的分享一款，这个阿帕奇所推出的天使引擎，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